大家晚安，我是吴姐。今天呢，要再来继续解谜啦。35道谜呢，我们光解4道谜就花了2集哦。这系列呢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完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和魔王城的小花 Sky 和番茄一起来挑战接下来的关卡。Go go go！ 那就从第5关记忆开始。看起来像是在仓库的地方啊，头昏昏沉沉的。都被揍了，马上又被敲晕了。刚做完实验，这里是没有脑震荡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是哪里呢？对，是老家的仓库，是你家的仓库吗？小时候每当我做错事时，父亲就会把我关在这里。从小时候开始被敲晕了吗？也就是说我是在做梦吗？好怀念啊，那个时光，真的好怀念啊。有什么好怀念？怀念被关起来的时光。点点点 ，Go go go！ 哦哦，已经开始了，是不是？开始了。灯泡似乎快坏了，一直在闪烁。后面那个黄黄是什么？灯泡啊。嗯。灯泡后面，后面下面有一个黄黄。下面有个黄黄。灯泡和灯罩之间似乎夹着什么？哦，所以要转，哎，可以转。哦，夹了一张冥纸。面条纸。面条纸。不太一样。继续。好像夹了一张便条纸，好。笑没有。背面没有东西。先连点。OK。啊。哎，正方跟一个圆。后面呢？没了是吗？哎，就这样子吗？那这就这个画面吧。就只有这个画面啦。哎。那离开吗？怎么可能？哎。灯罩可以开吗？而且没有办法更改任何视点啊。起来了吗？真的？那再把那张纸拿出来看看吧，确定点完。咦、嗯？就这么窄？外面看看啊。有灯泡，有灯泡，研究一下灯泡。哦哦，有道具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没发现哪时候拿到灯泡的。你明明就转下来才拿，哎、欸，拿到那张纸是怎样？哦，可是它都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哎、欸。装回去，装回去，装回去吗？装备。让灯泡亮起来。装备，对，刚才有纸，所以它一直在闪。对，哇，被电到了！哦这么老旧哦。OK， 往下了。哇，写一下好厉害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然后呢？点旁边那个箱子，对对对，那个对啊，黄点黄点，黄色就这样。哦、欸、哦，我们把灯关了。先开。我们把它打开。那这个呢？旁边的打开吗？红色旁边的那个小格子，我刚按了，它没有反应。哦，打不开，好像被上锁了。好，箱子呢？箱子没有东西，飞镖，嗯，没有任何东西。桃子这个提示吗？点飞镖本人呢？点那个飞镖本人的小小。有，我点了。他说4号。哦哦，这个。4号。哦，对。原来如此，我都没注意到它上面有这把。好小，应该是射飞镖使用的剑，我没玩过，所以也不太清楚。那看起来就像四号吗？哎、欸，不能拆下来吗？好，看来是不行。然后呢，这个没有任何东西，无物。墙上是有飞碟罩，是不是？对耶。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，我要点这个黑黑的，结果他就直接给我。他不让我点的、欸，他那个箭头刚好在那里，好，就没有东西。哎、欸，这里又有那个密码了，箱子3个吗？3个，一堆轮胎，我先点一下旁边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点个台湾人很喜欢的吉利数字，168吗？那你不用吉利？一定不是。游戏就是台湾做的吗？台湾人做的吗？纸箱没东西，那什么？位置呢？哎、欸，这个圆圈到底是干嘛用的？墙、啊？不知道，但每面墙都有。柜子？哦，还真的。应该是墙支架。我有蓝色灯泡。蓝色灯泡。哦，它是黑色。明明黑色，明明就蓝色啊。对啊，玻璃部分是黑色的，真的假的？你是色彩用错了。我们先看。
看一轮再去换灯泡色。嗯，是啊，感觉像要开趴一样。哎呦，左边有个好大的。有用黑色的开趴吗？哦，手电筒。手电筒。就算现在不用手电筒也很亮。哦，等一下关灯的时候就可以用。没有电池，里面没有电池。好，永远是这样子啊。真现实生活也是这样，找不到哎，结果没有电池。左边那幅画可不可以点？那个吗？被螺丝牢牢的拴住了，拆不下来。这个就是应该是从这里出去的吧？好，那至少我们有目标来做。现在有目标了。哎，箱子那边有一个 T 字的那点，为什么长得不一样？你说这个吗？嗯嗯嗯。拖拉普兰。好，好吧。那边呢？这些箱子一大堆，而且是假亚马逊的。Amazing！ 对，我刚刚想说，阿妈，念不出来。这边就没有任何东西了。那关灯，关灯，换灯泡哦。再被电一次。黑色灯泡的话，可能就等一下打开的时候，很多看不到的东西都看得到。来，荧光把它拆下来。换装备，这个装上灯泡了。没有，你干嘛拆下来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打开。哦，好可怕！变得好阴森了。我怎么一直觉得那都是血迹，好恐怖哦！那哪里有血迹？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走出去啊？欸、大门有上锁吗？解决锁了。这道门还挺坚固的。是铁锈吧？应该也不是血迹啊。刚才找到的纸，刚才找到的纸呢？刚才找到的纸，您说一个圆形，一个正方形，拿出来看嘛。对对对。哦。八是八。八。无限打跟两个圈圈，好随便。八一零是不是？八一零，反面呢？反面呢？背面啦！我完全没在听你讲话。对，背面，指着背面。我要，对，我要先八一零。先让我八一零。八，你八下去啊？没有哎。八一零，你八零零一，一，啊，没有一吗？一零，八，你坏了吧？哦，有了有了，你看，九哎，我对了吧？为什么是九？为什么是九？因为反过来可能就变那个了吧？所以就叫你反过来，你现在反过来，我很好奇。反正都对了，就没差。这是运气流哎！不够哎，还要多一个那个。真的不够哎！运气流哎，怎么可能？罐子底下还有被螺丝锁着哎。什么东西被螺丝锁着？蓝色箱子。箱子里面还有吗？有。嗯嗯，没有任何东西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是你们想太多。我先走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你不就是要想太多吗？你不是就是要来我叫我们帮你想太多的吗？嗯，也是啊。那我们现在还可以干嘛？飞镖可以干嘛？飞镖拿出来看看喽。可以拿来。你那张纸要不要再翻过来翻背面？哦。对啊。你都拿去。你刚刚是蒙到的，我才是。真的？哪里是酒啊？哪里有酒？酒在哪里？我觉得他是蒙到的提示，应该不是这个。没有吗？我觉得就是八一什么东西嘛，可能八一问号，然后他就这样子，然后问号就可能刚好是酒。我们刚才那个叫什么？飞镖靶的那个飞镖是在几号拿到的？会不会跟那个有关？那也看起来像飞镖靶。用飞刀来开那个，对对，那个箱子，那个被锁着的箱子可以。哦，好，无关，它是四号，那继续吧。飞镖是尖的，这个
少一个数字跟这个有关系吗？真的哎，咦，真的？对啊，那什么数字？谁知道？你有在玩呢？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缺九是不是？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对，没有九哎。对，哦，所以刚才八一九的九就在这里。哦，八一，然后飞镖靶的图案。我觉得这提示会不会有点太奇怪？八一，然后飞镖靶图案是少了九。哦，好，因为正常来讲，你八一按下去之后，那个九就直接转，啊，反正蒙到点就解开啦。我已经帮你们解开了，我是说飞镖把用来开，对对对，这个箱子可以用飞镖开吗？好，来试一下，对，撬开它，不行，还是旁边开关，对，用那个飞镖把它开。你要换视角，好烂。哦，可以，有了。哦，要先把电源关掉。当然，安全最要紧。好，就可以。哇，明明就有照明的，为什么还要用手电筒？它是电池要三颗吗？没有装到吧？哦，没有装到，吓死我了。好，装备。现在灯打不开了。亮多了。强光手电筒哎，这个真的太强了吧！它比电灯还要亮哎。柜子上面下面呢？柜子上面下面什么东西？哪边？没有，不是因为我在想说手电筒有什么用啊？因为现在的试点跟刚才那个有灯泡的时候没差、啊。对啊。是不是可以？就是拿了手电筒之后可以看刚才看不到的地方？有这样的地方吗？不知道，你就上面那个 amazing 点一下。amazing 有啊，刚箱子我全部都点过一轮。它这边有气窗呢。你认真点点哦。下面。哦哦。就是刚拿那个的手电筒的那个。哦，原来啊，好，好，我去吧。另外一个。哦。这里没有拿到手电筒，可能。谁会在这边找到东西啊？我们开关旁边的这个，这个，对对，在旁边一个，开 ，open， 装备装备，那里面就是，螺丝螺丝刀，一字形的，一字形是那个吧？十字的，八一九里面的那个，对。刚才说我们想太多的是谁？啊？你们确定这个东西可以拆开来？它是一致的、啊。逃生口的不是这样子的、啊。逃生口的是 L 型的。逃生口是六角。你看，是不是？居然有这种事情。想太多。我以为这个只是一个装饰，哇！当然，这个就逃生口了，逃生口就长这样。好，那请问这个飞镖靶到底是？飞镖那个灯的开关旁边的，旁边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刚刚有用到它。有啊。我们刚刚有用到它吗？有啊。我们开关旁边那个就是用飞镖靶开的。不是。你们还卡住了，所以你要用飞镖去把它撬开。不是用手扳开的吗？没有，你用手的时候点过打不开，一开始就开了。我想说他那个六角把手只能用一次，是不是？要找四只吗？我直做的，太困难。耶！这关我们也点太快了吧？很快啊，我们变聪明了。因为从小都被关在这个地方啊，熟悉的。他的逃生入口都熟悉了。六角扳手藏在哪里，他就知道。好，那是自己藏的吧？第六关是弟弟，该不会又要被打晕，然后被丢到这里来吧？还是他家里真的中仓库走出去就是一个弟弟？他家到底长怎么样？这里是哪里？真的是，每一关开头都是这句话。眼睛适应了昏暗的环境后，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四周被石壁包围，像是遗迹的房里。等一下哦，他老家的仓库的上面是一个遗迹。不是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每次都这里是哪里、啊、
然后他老家很高，天花板相当高，也找不到类似出口的地方。那么高啊！他住哪儿？哪里啊？我觉得他是被丢下来了吧？记得那时候船沉了。啊？哦，他说他在做梦啦，刚才那关是梦里的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连梦里都要被敲晕？因为他在那之后发生什么事、啊？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他真的在做梦哎、欸！哇，有他刚刚好像有讲，孩童时期的梦，难怪那个梦那么简单。好吧，我是顺着海水飘过来的吗？还是谁把我搬到这里的呢？无解。总之现在就专心的想办法逃离这里吧。啊！冲出来进到遗迹里面，而且还是自己一个人。对，前一关是在船上。摸那块大石头。摸一下看会不会得那个中威力彩，27亿，27亿。哎、欸，下你点下面会出现什么东西？石碑。不是不是，我刚刚有看到有别行字出来，有吗？没有任何东西，没有任何，就是没有任何，就是没有任何东西。应该可能也要什么光效的。嗯，这些点的都没有用哎、欸。那换你视角，好看的也是这样。这个是应该可以剪吧？金酒杯，破掉的圣杯。好，嗯，这个呢？这个不能拿，这是一个好像是出入口。他刚刚说什么？徒手打不开。他说徒手打不开。那我先走不算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去通深处，这里看不太清楚。嗯，哦，要来了是吗？很明显的一个解谜的东西。这里缺了一块石板。1、3、4，把石板还来。嗯，那个看起来好像那个游戏王的那个什么大法师卡。哎，可是因为他那个。翅膀有几个嘛，就可能就是数字啊。哦，那边是有些什么，但又没办法爬墙上去，根本爬不上去。我觉得出口应该是刚才那边吧，这边翅膀的，有翅膀的。他只是说这边好像有什么，可能要找到楼梯之类的爬上去。这个火谁点的？把他丢进来的人哦。对，刚刚这里的人好贴心哦，好贴心哦。糟糕了，我们只有一个杯子，连一个东西都没有，有个杯子啊。那我们把圣杯装在里面。你好像左右看，左右看，怎么觉得装得上？先翻一下那个圣杯有没有什么关键？然后我刚翻过了，石板是可以移动的吗？你是说像玩那个？拼图那样子，超不会玩的这种。啊，很可惜，不行。他那个大石碑吧。大石碑。现在可以互动的，好像就只有大石碑。拿圣杯敲他。我已经装备了吧？哦哦哦！哦，哎有哎有哎！哦，装上去，可以可以了。哦，点数也太难。谁会去点到他后面？不会吧？六怎么样？哎、欸，装上去！耶、yeah ！哦，耶、yeah ！也太快！另一个房间。哇！这个镜子吗？魔镜啊！水晶球哎、欸！水晶球。色彩仿佛会将人吸进去一般，而且好重。相当重，他的感想只有这样的，水晶球的底座。那还带在身上干嘛？哦，哦，没有一个，可是拿不到，拿不到，拿不到。拿水晶球砸他，太重了，丢不起。哦哦哦，可以动，哦，它会动。你是按一下它就转这么大圈吗？嗯。另外一边应该也会动，只有这两个姿势。这边是不是有东西可以拿？
哦，剑嘞，剑嘞，我是少了一个。哦。哦。把水晶球放上去。把水晶球放上去。对。好。哎，这水晶球看起来很像没有道具。没什么用处的东西吧，放上去。对，这么重就是要这样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。嗯。你有点到它吗、嗯？有啊，我有点啊。你有装备水晶球吗？有啊。我已经装备。杯子呢？用杯子先放住，然后。杯子怎么看起来很奇怪？不是，不行了。先看别的雕像有什么东西吧。对，我们先看一下。这个拿枪，这个拿盾，所以他是不是？是不是要把剑放在他手上？对。哎，不行，他已经有一把剑了。他也可以转哎。嗯。等一下，把他们转到互相。另外一边，哦，这边有弓箭。那你是什么？马，战士的雕像，那个没办法转吗？再转过去，等一下，他说视角。哎、欸，他们手上都有武器啊。嗯，看来得要把剑放回去，出去找线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我们怎么知道要转什么方向？四个立牌会不会跟门口我们一开始显然那四个立柱有关的、啊？嗯，可是他们四个都长得不一样呀、啊。反正先把剑放回去，看看水晶球可以干嘛吧。已经没有水晶球拿出去看看有没有东西。水晶球放得回去吗？水晶球不是要拿回去卖的东西吗？那看起来很贵，很重哎。等一下，最好先拿回去卖。多得到吗？用剑钩。用剑钩。不是、啊、我的意思说用、欸，用剑钩上面那块放不回去了。剑呢？剑放得回刚才那里吗？对，应该是可以吧。放回压那个开关的地方。不然我们祭旗把祭旗关起来。哦，可以可以。所以现在应该是要解这四个柱子的。感觉就跟那四个柱子有关哦、啊嗯。有可能、欸。好，就去观察一下。你有可能要利用水晶球做些石碑这边的柱子吗？用水晶球砸那个石碑吗？最好啊！水晶球，水晶球装备，你还真的去点，点点点点点。哎、欸，点柱子有会有什么东西吗？柱子，那现在这个柱子下面那块石头一直很在意。哦，取得石板。这个看起来比较像大 boss 的石板，那石板可以拿起，可以可以，装其他的就其他门开吗？看一下哦，啥都没有，没有哎、欸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那后面的门有关起来？那他有换石板吗？也没有。你要装备，你要装备。嗯，他没有关、啊，门还是开的、欸。对，他还是开的。剑好好用。剑要用在哪？然后还有那四个雕像。我、嗯、们现在不要在意这边，还有一个这个。我在意那个雕像。拿剑勾爆，拿剑打他。哦，这个他武器可以拿下来吗？因为有这一根的话，就可以勾到上面那个。这一根可以借一下吗？不行，看来还是不行。借一下嘛，哎、欸，到底是什么组合？到底在哪里看？嗯，嗯，那水晶球也放不回去哈。我也想说，它一起变化的，该不会是水晶球？不能转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在思考。哦，对，水晶球放不回去了。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对的，剑吧，应该剑的。然后这个转这个，嗯嗯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试试看。逻辑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打一个，弓兵射马，然后马打这个旁边的枪兵，然后枪兵再去刺、这个。相克是不是？哦，
欸，有可能耶，然后现在把它转，刚什么的，就转回来那个方向转，转方向啊。欸，有道理耶。相克的话，这个好难控制。这样就没有刻到啦，枪，对吗？对吗？你们都试一下。我只有注意到一件事情。嗯。墙壁上这个花跟门口这个花两个在哦，有了这个正面的。哎，你有了这个耶？Why？为何？哎，你的杯子可以捡起来了。我好厉害哦！买的更多，真的好厉害，这真的好厉害，哎，这真的好厉害。那我没有用，我完全不理解逻辑在哪里。哎，被组合了。哎，你要组合出来之后，它要有提示才可以组合。可是它可能要焦点点，又有失败。圣杯，圣杯呢？会不会转到倒过来？圣杯，圣杯应该可以组合啊。那我。对啊，我刚刚也是按过啦，它组合都要这样子调查之后，然后可以组，它就会有一个。要连点哦，一直连，对啊、连接那个连接的地方，上面破掉的地方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组合不是点道具就可以了吗？不是，连接不是。哦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来了来了来了。你看，连点技，你就是连点技卡住。哦哦，可以放上去了。把那个，然后把水晶球放在杯子上，看能不能我会不会压碎？因为水晶球是本人的话，应该会滑掉吧？水晶球本人，对，可能会滚走的。哦，有了！你水晶球太酷了！然后我们知道谁是战犯了。然后把剑插在石碑下面，把剑插在石大石碑下面。我想拿剑去砍那个的 A， 大石碑下面的洞。哪边？这边，对，中间那里。哦，时装剑，居然，中间那里。喂，别告诉一下，喂，别放，发生什么事？这样下去就知道了，赶快把它拔起来，不能呼吸啊！不能呼吸啊！又要晕倒吗？快点游上去才行。嘿咻！游上去拿那个，拔不出来，拔不出来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，退回去，退。我怎么感觉不是不像在试点退走？要游上去拿石板啦！放心，哦哦哦哦！哎，对对对，回去回去，刚才那里拿石板。哎，那个刚刚上面有东西出来。等一下，先拿这里，先拿这里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会变成这样？没有，哦。耶、yeah, ，终于！顺便在这里换气一下，换气换气一下，接下来。那所以下面怎么用啊？是可能我刚刚讲到，它水出来的那里，出对出来水那边出来那里，先去水出来那里。那边有东西吗？有啊，有啊，你看上面。哦。有人快十块。有了有了，我们凑九块，然后去上去吧。再抽八块就可以完成你的心愿。原来不是梯子，是水，可恶！哦，原来是石棺，石棺呢？所以这个是要插卡的，是不是？消费，消费，消费！嘿，我把东西插进去，利用杠杆原理。剑还拔得回来吗？剑已经插在那里了。你看别的地方。毛，一直不放过他的毛，对，念念不忘人家的毛，一直不要忘记，一直想要偷他的毛来用啊！再把那个石板插回去的意思吗？哪边有石板？就是水底下那个搞到对应上面的这个机关，还可以跳下去吗？杠杆原理耶，杠杆原理去偷毛呢？毛就不让你拿，我们真的爱偷毛哎。剑呢？剑拔得出来吗？糟糕！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啊，原来不是毛， okay. 原来不是毛。可是这么短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好短哦。哎，剑多用哎、欸。可以吗？
插进去的时候发，可以。哦，那我们缺的那几块就是先看一下图吧。好暗啊。嗯，四，缺了一个单边翅膀的。六，单边翅膀这个。对。要放在哪？没有，跟这个跟下面的不一样哎。对啊。但是跟下面比，现在缺了一个单面翅膀在右左上啊。可是其他的不一样，那为什么要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吗？长得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只是想说，它缺的数量，数字吗？三个，它好像一排这样子，所以下面是五。左下的那个下面也没有，它会不会两幅一样，只是长的位置不一样？还有什么因果关系吗？这个有点难，要不然潜下去水里面看一下吧，看一下下面。先把那一幅拍起来嘛，我们再拿上来读一下。嗯，好，你们等一下截一下图啊。行 ，Go。这个，行了。好了哈。我好了。好，那就上去喽。好，哎，所以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底下也有这个东西，这里也有缺石板。他只说底下也有这个东西，它跟它一定有关联。如果换个方向之类的，会一样吗？嗯，好像全部的石板都往下移一格了耶。都往下移一格吗？有吧？我看的那个是，我看一下哦。我觉得好像都往下移一格了，那我真的看不到中间上面那个。我看到，发现到一样事情。嗯，看下面那个下面的那个九宫格，刚才我截图的，你看第一排最上面的是一只翅膀，然后三只翅膀嘛，加起来是最右边的四只翅膀，不是现在的，是下面截图的。嗯。然后最下面那一排，最下面那一排，你看两只翅膀加三只翅膀，等于五个翅膀。对，哎，那可是它这边现在这边是五个，然后又四个，然后变两个。我觉得如果不是，如果不是这么难的话，就是试试看哈，我的你好，你左上是两只翅膀的那个，很像蝴蝶的那个。这个、啊、没有吗？对，这个上，然后中间这个要推理一下，应该哎、欸、不对，因为哎等一下，嗯，五只翅膀是放在中间呢，五只翅膀，五只翅膀是这个吧？哎、欸、这是六，不是，我等一下我发现嬷嬷没有在思考，三四五，因为你们。思考就不同了，我再加一个会更乱。合理。哎、欸，没有五只翅膀，没有，我的推理是错的。我刚刚也发现我们是。我想看一下画面啊，我要看你的画面。啊，哪个画面？我、哦、没事了，当我没讲。啊？因为我发现我推理的也是错的。我完蛋，这样少一块，少一块还比较好推理，少三块也太难了吧。难道刚才在下面那里开门的是六不是四吗？嗯，我也忘了。开个，如果那个错了，对，我们错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哎呦，真的哎。是哪一个？如果下面那个把中间刚才开门的那一块换成六的话，一切都合理了。真的吗？请说。对，是记错了。你看哦，现在如果下面那块是六的话，嗯嗯，就是旁边左右上下还有斜对角加起来都是六。哦，嗯，对吗？一个对十那个，对吗？对吗？对吗？三加三是六嘛，五加一是六嘛，二加四也是六，一加五也是六，全部都是六。嗯，所以你是记错、啊，被自己、哦、如果这样的话呢？如果这样，它中间那个
就是八啊。对，平面板中间如果这样子，在中间那是八，一四加四的是八，一加七也是八，六一啊，好合理哦。然后五上面，对对对对对，从啊左边开始是六，六八三，这个是六吗？对对对对，嗯，三三，天哪，因为有一啦，三啦。哦，有了，耶、哦，耶、哦。欸太强了！错了，哇！我一直记得下面那个开门的是四 ，Oh my god！ 被我自己，这是记错，真的，被我自己气死了！有发现，好崩溃、啊，好崩溃啊！天哪！对啊，所以那一块石板真的不应该拆下来，一拆下来就整个忘记了。对，又不能回看，哇！哇，太赞了！好崩溃哦，大家！这种数学题我就完全不行了。